You've got a big ego. Everyone accuses you of that. If you have a big ego, you're superficial, an exhibitionist. You only live for the spotlight. This is what they think. Well, I don't. Trust me, when your ego meets mine, you will find the most powerful version of both. I am the Aventador S. Dare your ego.真的可以
去驾驭一台超级跑车，而非常容易，也非常轻松的，而不会带你去一个很危险的地方。那在整个车坛的工艺上来看，我想，Lamborghini 再一次展现超级跑车的一个新的领域跟你的境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影片。You've got a big ego. Everyone accuses you of that. If you have a big ego, you're superficial, an exhibitionist. You only live for the spotlight. This is what they think. Well, I don't.所以到今天为止，Miura 在全球的地位是非常的崇高的，尤其在现行的欧洲，每一台 Miura 大概都超过200万欧元以上。那甚至台湾有一点点概念的 Countach 哦，那所以那么 Tato S 的诞生，其实在兰博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在兰博的世界是绝对的少数民族哦。我们从 V12 的历史来看，就是第一代390 GT 或者是400 GT， 四年也只过400台 ；Miura 七年800台 ；Countach 七年2000台 ；Diablo 2900台；我们比较熟悉的 Moscato 十年也只过只有4000台。那在中置 V12 全新的轮胎都5年5500台，那一年大概1100台左右的中置 V12， 其实在全球的超级跑车的立场来看，它已经是市场上的一个，尤其在台湾，我们也很感激在台湾推广的算非常的成功，尤其是中置 V12 在台湾，我们这几年的推广，连SV 大概我们在市场上已经交了80几台车，可是这个虽然数量是非常的稀少，但是在这个集聚已经破了台湾的纪录。全新的一个经典车款，那么它的上市，我想
不管在台湾或对全球的超级跑车来讲，都是一个相当令人震撼的事情。尤其在这一个时间，全球各地的敌人正在对他们的市场做 Mercado S 的发表，我们台湾也不意外，能够跟全球同步。有全新的外观，那当然融合了很多 Formula One 的科技，尤其是在整个流体力学或者是在大后视上的改良。Lambo 的另外一个成就就是，它每一个设计都有它的功能，而没有那种为了设计而设计，为了外观而设计，它都有一定的功能。我想这个是 Lambo 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尤其在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整个 V12 的演变的过程， Lambo 的设计力，我想在车坛美学上来讲，绝对是一个领先者。它的设计不会一段时间之后你认为它是过去式，是昨天的产品，包含非常伟大的 Miura， 你今天来看它，它还是非常的有味道，而且非常的时髦。那在因为全新的 Mercado S， 它可以非常激烈的操控，所以在刹车上也需要有一个很快速的一个热交换，所以在前保管的侧边，它可以导引气流进去刹车盘冷却，包含后刹车盘左边这个图就是它从底板上面有导风进去冷却后刹车盘，所以在激烈的操控的情况之下，你的刹车的衰竭是很慢的，这也确保另外一个安全。那全新的后 differencer 它有一个抽真空的效应，所以可以让底板的气流通过比较快，而造成一种真空效应，让它吸在地板上，所以这是一个很新的设计。另外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在2010年，Lamborghini准备发展全新的 Mercado， 而成立了自己的 Carbon Fiber 厂，这个是全球在少数量品牌里面蛮难得的，到今天为止应该还是没有人破它的记录。所以我们的 Monocoque 是 Carbon Fiber， 而在生产它的 Bologna 的生产线生产的，它自己 own 一个 Carbon Fiber 的工厂，其实这个是不同于所有的品牌。整个 Mercado 尤其是 V12 这个引擎跟车子是全部 in house 的，我想这个也是一种态度的问题，那当然也证实了 Lambo 的策略是对的，所以在 V12 的中置引擎全球能够得到这么大的回响，所以而衍生出来的全新的 Mercado S 也再一次证明 Lambo 的这个投资策略是对的。在引擎上的优化， Lamborghini 是少数超级跑车用长冲程的设计的引擎，包含我们的 V10 跟 V12 全部都是长冲程的。那到今天为止也只有 Lamborghini 的长冲程的引擎可以把转速拉到8500转，这个在材料科技跟内燃机学来讲，我想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突破，这个是比较难的。传统的长冲程目的就是低转速扭力可以好，或者是中段再加速可以很锐利、很直接。那所以在整个引擎的优化上，我们Mercado S 不但把马力增加了40匹，其实在扭力它还是一个赛车引擎，所以它的扭力的峰值还是在高转速，可是它衰退下去的时候是可以拉高一点点，这个对于中段的再加速的帮助是非常大的。那当然我们坚持自然进气，就是说让整个车子还是非常的令人亢奋激赏。全新的 ISR 变速箱它有一个新的改良，在街道模式、刷大模式之下，它几乎可以像传统的自排变速箱一样的这么柔顺，
这么绵密，但是在 Sportsoco 上，它换挡的速度是最快的。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坚持用 ISR 的目的。那实际上它在整个运动模式下，其实是非常的丰富的乐趣。虽然它非常的好开，而且也可以很大胆的去开它，但是它不会让你很 boring， 还是它还是一台 super sports， 甚至它是一个 hyper car 的概念。主轴就是这四个 masterpiece， 它是整个串联动态在工作的。那所以 Aventador S 几乎结合了我们 Centenario 四轮传动、四轮转向的一个全新的科技，那再加上主动式悬吊系统、电子式主动悬吊系统，在传统的所有车几乎现在很多人有，可是，在 Super Sports 的概念里面，其实它是很独特的。尤其是我们在四轮传动的变化，甚至包含四轮转向的变化的过程中，其实避震器棒跟 rebound可以后悬吊，可以单独变化的，一边可以硬一点，一边可以松掉，目的是让你后轴的轮胎的抓力左右是平衡的。哦，那全新设计的四轮转向系统，它在街道模式、跑车模式跟赛车模式都有不同的一个传输比例。另外就是有一个全新的 Eco Mode。哦，我们传统大概都有 Sports Core， Corsa Sports， 甚至 Strada， 啊、哦，那它针对它的动力输出，或者是你的方向盘的松紧，甚至避震器的软硬，都可以随着你个人的喜好来做一个变化跟搭配。那产品的魅力跟深度跟丰富是非常独特的。那一个全新的后轮转向系统，最可贵的是它介入到离开，你是完全不知道的，啊，这就是它神奇所在啊！就是说，它在低速的时候是逆向，前轴往右，后轴是往左。那这样子，第一个我们在路边停车的时候，你的方向盘其实非常的小，啊，那可是，在低速弯，啊，甚至我们台湾常跑的山路，啊，它是变得非常的灵活。那这里面也搭配了可变齿比方向盘，传统我们的方向盘都是齿轮齿板式或者是回旋轴珠式的，其实我们新的系统是磁浮式的，所以它变化的速度非常快。最后我们会有影片来把这整个技术规格来跟大家做一个统合。高速的时候其实变同向，我们都知道。传统马力很大的车，运动有运动的方向，前轴如果是往右，哦，后轴动力继续往前推，其实它就会侧滑。那兰博基尼在新的四轮传动接转向系统上面，它在高速的时候其实是同向的，那这样子也让你的加速的效率是提高的，那风险的降低是。它不会侧移，哦，尤其是后轴已经同向，那以前轮的概念几乎是反打方向盘出弯的，或者就是你侧滑的时候反切的概念是一样，但是在动力输出轮来谈，它的加速是不会被抵消的，哦，这个在实际使用上来讲非常的神奇，而且。在赛道上的表现，甚至说我们传统高速公路变换车道靠过去的速度是非常快，而且加速的速度也比预期的快很多，这个是蛮独特的一个经验。那新的主动式电子悬挂系统，其实配合整个四轮传动的变化。传输比例的变化，还有后轴的改变的过程中，其实它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尤其是在后轴开始走的时候，它在单独
一轮需要强化或放松，其实它是给四个轮胎的悬挂系统是独立工作的，目的是让你的轮胎跟地面的接触是最均衡的，哦，所以整个车子的运作，又回来，所以它可以得而有一个。这个也是一个全新的转速比例的变化。对，靠近我这一边的是街道模式，中间的是跑车模式，那最右边是坡沙模。当然，在市区模式，它是寻求最舒适、最好的确信。那 maybe 有一天你觉得我跟它太熟悉了，这台车变太无聊 ，OK， 你就可以选择 sports mode。那差别在哪里？它非常接近中置后传的超级跑车，啊，所以它就变得比较活泼，甚至变得有一点点 challenge。你出弯给油给的比较早的时候，车子是会走的。那当然，我们还是一台主动式的四轮传动，所以它又很快会介入，它又不会带你去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我想，这个在整个造车工艺上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那酷沙漠就很简单了，我寻求最快的速度的入弯跟出弯。传统当然还是入慢出快哦，那这里面酷沙漠它就是允许你最高的速度进去，最高的速度出来，哇，是蛮神奇的。那我想这个也是 Lamborghini 的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尤其是在Super Sports 的立场。 Eco Mode 它在整个动力输出或者是你的方向盘还有你的悬挂系统，当然在刷打街道模式的时候就是以舒适为导向，在 Sports Mode 就比较丰富的驾驶乐趣，那 Cosa Mode 那就是非常的 aggressive， 很极端的。那 Eco就是说，在这三个系统上面，你可以做各个不同的组合。比如说，我们在 Cosa Mode Suspension 太硬，其实在短的赛道或者是台湾的山路 ，maybe 你可能需要把 Suspension 调软一点，会循迹性好一点，而且车子比较不会跳动。那方向盘你也可以选择你喜欢的位置。所以这样子的结果就是这个不同的组合之下会有提供24种的驾驶模式，那这个也是目前超级跑车里面唯一可以提供的。所以整个整合下来，我们这四个系统其实它是串联动态在处理的，而且是即时的。 LDVA 就是 Lamborghini Dynamic Vehicle Activa，所以它是一个动态、主动式的动态整个系统。那对于驾驶者来讲，你只要认真的看着你的方向盘、油门、刹车，那可以让你提供你非常亢奋的一个驾驶经验。我想这个也是Lamborghini在Aventador S 上市给全球市场一个很震撼的一个成就。数据，Aventador S 让你真正能够去使用这些数据，而得到一个很好的体验。我想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
想要看到眼前这台 Aventador S。 那我们现在就一同为我们这台 Lamborghini Aventador S 揭幕。的媒体朋友，好，我们右手边的媒体朋友，那我们现在麻烦赵先，我们移动到车子的左侧。那我们左边的媒体朋友也可以拍一张拍摄照片。那等一下，如果有任何媒体朋友们需要单独采访的话呢，可以联络我们 Lamborghini 的公关部门同事。那我们等一下呢，欢迎大家可以近距离的拍摄画面，谢谢大家。大家可以上前哦，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拍摄捕捉更多车子的画面。